千年星空如常，血色里日记显得疯狂，借火焰去隐藏残存的弦鼓衷肠，声音天明而志向，只为求破解全的阻挡，要看五月的苍茫，决心闻到莫彷徨，忘记善恶分走便是归来镇，在那里你不但可以闯关成功，还可以顺路救下你的小师妹。昆仑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选择哪条路吧。别再挣扎了，我说了我不会杀你的，只是想把你弄晕，然后做我的小老婆。
没事吧？大师兄，没事了，不用怕，已经安全了。灵一，有菲儿的消息吗？灵一，灵武，灵武，奇怪，那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先回归来镇。息了，太好了！菲菲也有鼻息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们都得救了，太好了！紫琉璃，紫琉璃，紫琉璃，紫琉璃。你在哪儿啊？是生是死，好歹你答应我一句啊！哎，雷蒙城，我们是朋友啊，这次不许再调皮了。不过，你也算是小兵立大功了。嘿嘿，铁狼老兄，铁狼老兄，来，快起来。张玲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太好了，菲菲姑娘，菲菲姑娘，你快醒醒啊！菲菲姑娘，太好了，菲菲姑娘，你终于醒了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了。铁狼。你不要抱我这么紧啊，好痛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我要起来。我扶你。我的手，我的手被冻伤了。这个时候你们就别争了，你们现在身体非常虚弱，需要的是休息，不是吗？张玲。回你。是你想出了找雪妖的方法，是你想出了找雪妖的方法，我只是负责执行罢了。那也要你猜破我的流言才成啊！就是，我就想不出来，但我知道，你一定可以想出来。哎，雪妖已经被杀了吗？是。那水妖和雾妖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不过如果他们还在的话，我们三个早就没命了，估计也被我的九天神火弹打得形神俱灭了吧。谢谢你啊，这么老远来救我。其实是铁狼救了你，不是我，是张玲救了我们。如果不是你把你自己仅存的内力传给了菲菲的话，那根本谁也救不了。可要不是你把雪妖杀了，我们早就被冻死了。可要不是菲菲自己留下信号，我又怎么知道如何救你呢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菲菲姑娘自己救了自己，她应该谢谢自己吗？你这个人，你故意的吧？你现在嘴巴怎么这么讲道理啊？我嘴巴怎么了？大笨牛，大笨牛，针对我啊你！我们一起说谢谢大家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谢谢大家！这就对了嘛！哎，其他闯阵者呢？十九，十九，其他闯阵者怎么样了？零六，十九，十八，十八，零六。奇怪，零六，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绑在一起，会不会我们被救过来了？
他们没被接过来啊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咱们赶紧去归来镇吧，否则便会淘汰出局。走。好。走。走。相见是注定。坚定很久的信念不曾有过一丝。是他，问道者可能就是张林。你我生命燃烧中相见共天涯无缘，决心的勇气未曾每次见到你都受这么重的伤，恐怕见不了几次我就死了。但即使这样，我也愿意。没事吧？其他闯阵者怎么样了？右卫同门死了，其他闯阵者也死了不少。出来！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
闯阵者49人，15人死，34人完成任务。摩羯成道大阵第一关完成。长风师兄，长风兄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？不是说好了一起去五岳仙盟的吗？兄弟，到泰山该走哪条路？此刻天下修真者正前往五岳仙盟，参加五岳一战。你为什么想成为问道者？我哪有资格可以成为问道者？这次参加试炼，就是为了见证问道者的诞生，辅助真正有能力的人成为问道者。长风师兄，飞儿。长风师兄，我们回来了。49名先锋出战，就剩下你们15人回来，真让人失望。我们在外拼死战斗，你凭什么躲在这里指指点点的？哟，鬼火大哥，你这是在责怪千机喽？你可别忘了，我现在可是幽灵先锋的统帅，你这个态度，那可是以下犯上哦。以下犯上，笑话！除了狼帝以外，我鬼火不居任何人之下。再就是我告诉你，九尾狐，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。鬼火大哥，你刚刚在说什么呀？我说，我从来就没把你这只九尾狐放在心上。你为什么不把我放在心上？哎呦，那我过去的努力不就白费了？啊？你过去的努力，哼，除了禽兽不如、无恶不作、被三界唾弃的妖狐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做过什么。你以为？被三界唾弃是那么容易的？还有，我一定会让你改变你对我的看法的。我要你永远永远记住，把我放在心上，永远永远。我永远都会记住白千机，永远不会忘记。真乖。去，把冥河之水给我拿来。
精卫虎，你凭什么要本将军听你的命令？尹将军，你别动气啊！你的元丹已经被五岳仙盟的盟主给震裂了，你一命不久矣。所以，还是省口气来报效我们的幽灵异乡吧。尹将军听命。幽灵指环，谁给你的？当然是幽灵异乡四大长老交给我的。此刻，我已经是幽灵先锋的统帅，受命来到人间歼灭闯阵者，阻止问道者的诞生。凡是幽灵异乡中人，皆由本统帅来掌控。哼，四大长老怎么可能把幽灵指环交给你这个老魔头？他们一定是疯了。试问现今世道，三界之中有谁不疯？疯了才正常啊。幽灵指环代表着幽灵异乡最高的军权，尹将军，你还不听命？哼！你现在身处何地呀？我在归来镇，正监视闯阵者的一举一动。真的吗？太巧了，我就要利用你的暗杀秘技来截杀余下34名闯阵者，给他们一个惊心动魄、难以忘怀的回忆。没关系啊，他们知道又如何？面对你的暗杀，他们除了恐惧还会做什么？我就喜欢看着人恐惧的样子。九尾狐，如果49名闯阵者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成为问道者，那仙道皆必定元气大伤。如果幽灵异乡攻破封印来到人间，你就准备让那一个问道者去跟他们决一死战吗？可以，因为二郎神的预言是这么说的。难道这预言就不会错吗？不会，因为此刻一切已成定局，再也不能回头，我们只能选择相信。
潜行遁影，窃密暗杀之术，称绝三界。要发现他的行踪，绝不是件易事。之前的五岳一战，影将军便成功潜入五岳仙盟，窃取情报，虽被五位盟主发现，联手围剿，把他的元丹阵裂，只剩十天寿命，但还是被他逃脱。可见此妖的功力深厚，诡计多端。此刻影将军再次重临，正是他死前的最后一击，绝不能小觑。第二关的任务就是在30个时辰之内，谁不能活着回到五岳仙盟的凌天殿向本座报道，将被视作闯关失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还有问题，我的石九怎么不见了？守护静灵在协助你们闯过第一关的时候，已经灵力耗尽，只要在明天正午把皓月镜放在阳光之下，吸收纯阳之气，便可再次现身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是我把他给害死了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那有缘，让我们在凌天殿再聚吧。没想到第二关这么快就开始了。幽灵先锋就是不想让我们有喘息的机会。又来了又来了，我们大家的伤都还没有好，为什么又要开始行动？不用怕，这次不是一对一的任务，我们可以一起返回五岳仙盟，在路上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跟师兄们一起走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先把遇难者的后事给处理好，就一起上路吧。影将军是我们五个人联手都杀不死的妖怪，你要闯阵者去跟他斗，那不就相当于去送死吗？本座不是要闯关者杀死影将军，闯关者只需要活着回到这里，就算任务完成了。那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影将军修为深厚，又是影子妖怪，无孔不入，我们五岳仙盟戒备森严，加上我们五个人坐镇都被他填了进来，你让他们去对付影将军，那他们还有活路吗？大精灵，不死夫人的话有道理，面对影将军这样的强敌，我们就应该倾尽全力把他杀死，而不是让闯阵者去面对。大精灵，这闯阵任务能不能更改一下？不，闯关任务一旦定下便不能更改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闯阵者，跟他们一起对付影将军。不要冲动。魔劫成道大阵法典中清楚列明，五岳仙盟正副盟主只能辅助本座，让魔劫成道大阵顺利进行，绝不能参与或影响闯关结果。否则，否则怎样？否则魔劫成道大阵将立即结束，所有闯阵者做淘汰论，一半修为将被皓月镜尽数吸取。真的吗？法典上确实是这么写的。你去哪儿？喝一杯。反正第二次试炼我们也不能阻止，而且也不能帮助闯阵者通关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无所事事，不如去喝一杯打发闲暇。对了，我们五个人究竟有多久没有一起喝酒了？差不多20年了吧。真的吗？真是怀念以前那些喝醉的日子。二次进士已经开始了，乱世将临，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同醉的机会了。我在无泪之城的天涯醉，有兴趣的就一起来吧。不死夫人，你去问问神火他来不来。为什么要我去问？因为你们两个说话最多。我们那是斗嘴啊。斗嘴也是说话，随你便吧。你去吗？我已不沾酒恨多年了。盟主，你会去吗？现在好像不是喝酒的时候。
很久没见了。哼，还以为永远不会再见。别告诉我，你只是来喝杯酒吧。一壶无名醉。你要喝酒就去别的地方，为什么偏来我这儿？因为喝过你酿的无名醉，就再也喝不了别的酒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对，只有你亲手酿的酒才能让我醉。死了多少人？15个。其实他们可以选择退出，但最终他们还是死战到底。他们这代人比我们强得多。是啊，起码不会一直在逃避。进去坐吧。麻烦再多拿四个碗。你是说其余四位盟主也会来？不知道，或许会吧。那你一直等？等是一种习惯。是啊，我也一样，等是一种福气。
什么？因为他们救了我，险些失掉了性命。我不想有一天亲眼看到他们也化作星火，魂归道神。这也是好事。张凌和铁狼，一个智谋出众，一个勇猛过人，就是修为欠缺了一些。倘若把他们的修为提高一些，肯定是对付幽灵先锋的好帮手。但是，但是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只是没有得到师父的允许，我也不可以随便传授别人仙道术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想想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帮助到他们。谢谢大师兄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再不现身，我可就要动手了。参见千机统帅。哼，你这只小狐狸，胆敢在我老狐狸面前弄虚作假。说，你要去哪儿？没有啊，我是因为第一次来人间，所以想随便逛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。哼，就这么简单？当然了。统帅，你不想到处玩玩吗？当然，我想立刻就去人间大肆作乱，看看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对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惜我现在身负重任，不能随便到处跑。你不是也一样吗？对，我有点心眼难耐，有点气闷，所以才想随便逛逛的。闷啊，我也是。来，跟我一起玩吧。不，我怕耽误统帅办正事。我正事有下属去办，走。我带你去我家看看。人死了，尚且剩下冷冰冰的皮囊；妖死了，神形俱灭，不留下一点痕迹。我现在没心情跟你玩了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未经我的准许，不得离开死墟半步，否则我杀了你。